吗？怎么这就来了？现在才8点钟，人家9点钟才上班来呢。哎，师哥，喂，对，啊，喂，我说您稍等啊，这还没上班呢啊，急事。喂，啊，行，您说。哎，啊，对。行，我一会儿给您转达，没问。喂，我不是，行，哎，走，先回去啊，一会儿等我给您转达到。好，再见。哎呦，师哥，别，师哥，哎，这是我的活，这个您歇着。我说，师哥，您别，我，师哥，您得给我点面子呀。我知道您心里恨我。这么着吧，您打我几下子，您骂我，您心里痛快出气，我受得了，我怎么都受得了。可您这一句话不说，我真受不了。我办了好多对不起您的事，我这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师哥，这不能都怪我呀。嘘，咱不说这行吗？我扫地啊，您让开点，我把这石头拾，这还没打扫干净。我这你以后让我怎么混呢？哎，哎呦，老马呀，你怎么干起这种活来了？您现在是啊，上级领导把我这个走资派给解放了，让我暂时抓一下团里的工作。哟，您现在是团长？不算正式的，只是个负责人吧。马老师，马老师，老刘马，一会儿到我办公室去，办公室等你啊。好，马老师，哎呦。你们家这房子盖好了吗？盖好了，全盖好了。哟，马老师，您回来了。这不是小杨姑娘吗？对，你好，师傅。师傅，我昨天有演出，要不我去小闸口去接您去了。不怪，忙着吧。南前，把书包拿过来。你们几位，咱回头再说话。我得报道去啊。师傅，再见啊。走，南前，你去吧。哎，你去。
来来来来来，马老师，来坐，快坐。感谢领导又让我回来，我这么大岁数还有什么用？哎，来来来，您先坐。马老师，您可别这么说呀，团里的艺术建设需要您呐。现在呢，有很多观众纷纷写信要求看您的演出啊。我还能上台？怎么不能啊？哦，对了，后天晚上有场欢送工宣队的重要演出，准备让您上啊。让我上？哎，这是局领导的指示，第一步呢，先恢复您的舞台生活。在哪儿演？中国大戏院。中国大戏院？那可是人唱京班大戏的地方，好台口，我跟谁搭伙？哦，赵佩茹同志已经故去了，我看您还是和接明元同志合作吧。他一会儿来吗？我们哥俩得溜活呀。他还在纸盒厂劳动呢，回团的手续呢已经给他办妥。好，下午团里派个人把他接回来。他是我师弟，我得先看看他去。我不回去，我他妈就不回去。是我，他妈谁我也不回去。我是爷爷吃秤砣，铁了心了。去，你这哪儿来那么些俏皮话？有爷爷吃秤砣吗？那叫王八吃秤砣。爱怎么说怎么说，说王八就王八。他妈谁让我回去我就回去。当初怎么他妈让我下来了？师哥，你多怎么回来的？昨天全家都回来了。真的？德行，我多怎么骗过你？哼，我看你呀，是记吃不记打。回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咱们回来不就说相声吗？你呀还说相声？这么说他们让我回去是沾你光？你这是什么话？什么话？好话，你自个儿慢慢咂摸滋味去吧。是说心里话，我在农村过惯了，也不愿意回来。这不是领导决定，咱受那些年教育也得知道哪个轻哪个重。不是这些年呢折腾的不善，这会儿让咱回去了，谁知哪会儿又不让咱干了。我看你呀另请别人吧，我是寒了心了。你说这话，你这不成心让我寒心吗？什么意思？兄弟，人活一辈子哪儿就那么些顺顺当当的，谁不受点委屈？你我咱老哥俩这大半辈子都过来窝窝囊囊的，早几十年在一块搭伙，现在领导想把咱接回去，说有那么些个老观众等着看咱们，这就足够了。啊！明远，明远呐、啊，咱们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活几年？啊！咱们就给那些喜欢咱们玩意儿的那些老观众们再说几年。啊！咱们是鱼啊，观众是水啊，这鱼和水可不能分家呀。我就是心里再别扭再别扭的时候，一想起那些老观众，我这心里就痛了。我也一样。你既然也想那些老观众，也想那些喜欢咱玩意儿的老朋友，你干嘛瘸子脚面总绑着干这老娘们活啊？你给人家那女同志也留碗饭吃，你还活纸盒呢？你可真行啊，
我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吗？你就你就你这脑袋瓜子岳母做的，哼，大斧子都贴不开你，我也犯不着跟你怒气。我不跟你怒气，你不干拉倒，我也不找别人。我呀，哼，我自己使担的。师哥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来呀，来呀，马老啊，今后上台躬鞠躬就行了，不要再作揖了啊，这个动作太陈旧啊。还有返场就一次，小段越短越好啊。那哈规矩还不少，师哥听见了吗？咱们这儿受了管制了。别胡说八道，让怎么咱就怎么，别没事生嫌弃。唱得不错啊。下一个节目相声精打细算，表演者马三立、姜明元。大家伙想我，我也想你们的，我也想大家伙。我寻思着，我这回出院了，就不会再住院了。谢谢您。大家伙儿跟我老没见了啊，都在那看看我。是啊，你也看看我吧。啊，我也看看你啊，看看我是干什么的。那你是？啊，我呀，我是检行。什么？检行？卖碱面？不对，检行。卖剪子？不对，卖剪刀？不对，那你怎么个剪行啊？就，嗨，就是我在马路上走啊，看见有人那抽烟啊，抽烟啊，他把那烟头啊就扔地下了，他走了，我过去把他捡起来了，啊，剪行嘛。哦，捡烟头抽啊？燃野？还燃野呢？还？谢谢大伙儿，哎，您听着哪儿不行给我提出来，我好改。谢谢三立啊，我们都盼着你这一天呢。哎呦，刘爷，您捧我一辈子，今儿晚上都到我那儿去。哎，柱子，今儿我就知道你今儿得来。清源，哎，上我那儿去，跟你爸爸一块儿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伙，谢谢。我代表局党委向你郑重宣布，你的右派问题属于错话，现在予以改正。按规定，原始档案材料应当面销毁。不过，我听说团里找遍了所有的档案柜，都没有发现当初定你为右派的材料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，三立同志是后来补漏补上去的，所以找不着更好。这说明我这右派是冒牌的，
这些年让你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当初还真对不起你。嗨，宣仁同志，您可别这么说，那反右他也是运动，那不得凑数，凑不够数您不也完不成任务，当时也就打了我了，要不就是别人，弄不好兴许就是您，这不叫在树难逃吗？都过去，这不一晃几十年了，都挺好的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咱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啊。三立同志，难得你这么大度啊。您又说你，这哪是我大度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，就好比是一家子，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都是肉，咬哪个都疼。就有这么句话叫爱之深责之切，当娘的没有没打过儿的，有时打挺疼，打破了，打红了，打肿，甚至打出血来，可过后你问你儿恨不恨你娘，他保准说不恨。三立，好同志。局长同志，是不是把买猴的事儿说一下啊？好，三立同志，坐坐。想当年因为一段买猴，把你、何池还有洪刚三位同志打成右派是错误的，买猴是个好作品，咱们已故的好总理周恩来早在1964年就询问过，怎么听不到买猴了？当时有人回答，因为作者有问题，总理听了以后说，作品没有问题吗？是个好段子，马三立还应该说下去啊，现在不是还有好多马大哈吗？总理说过这话是在1964年全国现代戏汇演期间对咱们的代表说的，如今是非澄清了，三位同志的冤案改正了，何空两位同志也恢复了党籍，三立同志，现在你应当理直气壮的恢复上演这段优秀的相声。我说有20多年没听马三立说这个段子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能不能还说得好。没问题，香啊，还是老的辣。好，咱们进去听听。好，哟，您看，这是我爸演出的海报。买猴，走吧，咱们走。这段相声我们哥俩20多年都没说了，是大伙儿还想听啊，词儿都生了。哦，万一说到哪儿有个打奔吃栗子的地方，您多担待，您千万别拍倒行。是喽，您告诉我，我从头再接着重说一遍。啊，好啊。这段相声啊是何池同志写的。对，可惜他病了。哦，今儿个没来，来不了了。好在今儿个有电台电视台做这个现场啊，直播。好啊啊，你看，哦，这儿这电视台，何池同志，您就在家里头看，家里听吧。哎啊，哎呀，您好啊，您好吗？啊，好啊，我倒挺好的啊，可是老没见您了呢。我忙啊，忙极了，别提了，太忙了。那您在哪儿工作啊？公司。哦，公司。啊，公司。市政公司啊？不，公司。进出口公司。不，公司。哪公司啊？千户公司。千户公司啊，
天公司。我就听说过有百货公司。那我们比百货公司大呀，我们比百货公司大十倍，我们叫千户公司。哦，大十倍。哎，大十倍，千户公司。那您这千户公司在哪儿啊？我们千户公司原来就在小王庄，后来就搬陈塘庄那边去了。那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公司啊？保密，保密，保密，哎，保密。那您在这公司干什么呀？我呀，我在采购科。采购？我是采购员。啊啊啊！哥出去办货。是啊。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？哦，呵，太好了。是啊，太需要了。哦。可这货办的啊，太好了。办来的缝纫机？不是。自行车？也不是。电视机？哎，更不是了。办了的什么货？那个猴猴对，哦，好好，猴皮猴棉猴？不是。猴什么猴啊？猴嘛，就是那个活的，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。耶耶耶，摆俩多钟头，真的，哎，才打桩，抓伤了好几个人。你瞧瞧，欠公司变破烂摊了。哎，全帅，这猴没用啊。啊，松手吧，都送给公园了。哦，马大哈呢？马大哈调工作了啊，公园喂猴去了。是啊，少写了几个字，罚我走了半个钟头。是啊，我还得感谢他。干嘛感谢他？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。啊，要是买白熊香皂，啊，我准上北冰洋了。是啊。妈，还是欢喜的。你爸为了这段子，受了半辈子罪呀。一段买猴传盛名。二十年坎坷路不平，河池卧病三立老，抖擞精神又长征。到了，到了。哎呦！是老孔啊。是我，是我。你看看还有一位呢。杜大姐。哎呦，三立同志啊。你可是有年头没来了。请进。是是，快请进。他在屋里呢。快进去。哎哎呀，老何同志，您看看谁来了。老何。三立。老何。三立同志啊，你好啊。好好，您好，您怎么这样了？住牛棚住的，该着杠着，不提他了，不提他了，不提他。那天呢，我从收音机里听了买猴的实况转播。哦，好啊，不减当年呐。我应当好好的谢谢你啊。您别这么说，我今儿个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。哦，好的地方呢，是你比当年的火候更恰到好处，铺平垫稳，水到渠成，可以说是啊，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要说不足的地方呢，嗯，我考虑这个段子是不是有点过时了？虽然马大哈式的人物还存在，这种社会现象还有，可是80年代的青年观众听起来呀，毕竟还是陌生的，所以啊，我觉得剧场的效果没有当年那么强烈了。哼，听得多细，连观众反应都注意到了。何池同志对艺术的感觉总是那么敏锐啊。哎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我现在呢，只能靠电视机、收音机和舞台接触了，闭塞得很呢。不过呢，我这脑子啊可没生锈。嗯，
自从那天听了实况转播买猴之后，我就寻思着我们的相声啊应该不断地推出新段子。嗯，所以呢我又写了一个新作品。好啊。哎，秀茹啊，哎，把那个新段子拿出来给三立他们看看。哎啊，好，喝茶稍等。三立同志给。哎，你瞧的。似曾相识的人，这我能拿回去仔细看看吗？哎，为什么不能呢？作者的作品不通过你们怎么走向社会啊？拿回去以后我看看，拿得动领导上同意我们就排练演出的。这可是我这个残疾人求之不得的呀。哎，您别这么说，您身残志不残，您克服了疾病带给您的痛苦，以最大的毅力坚持写作，为社会做贡献，这是一般人都难以做到的呀。因为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尽管中断了20几年的组织生活。您真坚强。哎呦，这还熬着呢，这可不是熬着的岁数了，你得歇着点儿。哎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是一阵一阵的憋气。你怎么不早说，咱看看去。哎呀，这深更半夜的上哪儿看去？没事儿，醒了。这哪行？你等着，我买药去。哎呀，行了。师傅，师傅，您好，您好，这不是马先生吗？是我，是给谁，给谁买药啊？我老伴儿，我老伴儿，他说这胸口憋气，哦，心脏不好，我给你拿丹参片，啊啊，还有这个生脉饮。哎，您快点拿，哎，等着啊，哎。哎，给你，这是什么药？怎么吃？啊，这个是丹参片啊，这个是生脉饮。行啊，这是两副中脉养心丸，哎，啊，吃吃看啊。给您钱，哎，谢谢。最好明儿个上医院检查检查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把这药吃。嗯，喝口水。再喝点，大口。哎，躺下吧，啊！哎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俺说没事就没事，要不不愿告诉你呢。一告诉你，你就大惊小怪的。嗯，歇着吧，明儿一早上医院咱检查检查。俺没那么娇贵，俺不去。那你先歇着。你还不歇着？我一会儿就睡，我把它写完了。明儿再写不行啊？不行，明儿一早就得交。干嘛非明儿交啊？明儿是什么日子？7月1号。三立同志，早在50年代，也就是在他蒙受冤屈的前夕，就提出了入党申请。这张入党申请书我一直保存了20多年。这20多年来，马三立同志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和韧性，坚定不移地保持着对党的信念，
作为介绍人，我认为这样的好同志应当被吸收到我们党的组织中来。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，现在进行表决。同意马三立同志入党的请举手。全体通过。现在请马三立同志讲几句话。我是马三立，我过去啊当过右派，可我今天我就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。回想这一切就像做场梦，也就因为这场梦让我明白了好多道理。也许正是这场梦才没让我变成坏人，我才没有消沉下去，我才有今天。这都是党对我的培养，始终是党对我的信任。欢迎马老师给我们讲课。坐下。大伙儿都放轻松点，绷着脸怎么听我说话啊？马老可别跟说相声似的。那没什么，只要能达到教育的目的那就行了。要是嘻嘻哈哈的也不像话呀。哎，严肃和幽默并不矛盾嘛。这个地方我不敢来，为什么？我这人胆儿小，可话说回来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在这儿最好别逃学，能跳级最好。你们想笑就笑吧。大伙儿都知道我是说相声靠嘴皮子吃饭，人呢就得靠自己，自己的勤奋，多用功，老实本分。老实绝对没亏吃，就是吃亏老天爷补你。既然犯了错误，这地方就不能不来，可是可不能再来。这是下面给你递的纸条。有同学提问，我能不能成您的学生？我说能。你们都够这个条件，为什么呢？说相声靠的就是脑子快，脑子得快，你们这些人脑子都快，傻子一个没有。下面我就好好给大伙说说怎么才能做好一个人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怎么着才能写好这个人字。我是作为你们的家属来和你们说这番话的。朋友们，马三立老先生德艺双馨，有口皆碑，今天我们祝贺他舞台生涯60周年。今天大伙开这么隆重这么隆重的纪念会，我这心里头真过意不去，还都找我叫艺术家，我心里真不踏实。您是当之无愧的幽默大师，中国的卓别林，对不对？对。您可别这么说，我不是什么大师，也不是什么艺术家，我不够，
我自己听着都臊得慌，我不配，我自己都嘀咕。你们说几位，这些天老些人找我照相，找我签字，说留作纪念，签个字，电台找我录音，让我多留下点东西，今儿又搞这么隆重的纪念会，你这些信号让我琢磨着，我是不是要不行了？不会，托大家伙的福气，托党的福气，托观众朋友们福气，我身体健康，我马三立还行。我还要给大伙儿说，我给大伙儿再多说几年，让大伙儿笑，变着法的笑，笑得开心，笑得那么舒坦，啊！你们说，我说的对吗？啊、这事送给我的吧，对，这送给我的，是、嗯。你们大伙儿看看，送给我这东西，马三立，三条腿的马。三条腿的马立得住吗？啊，立不住。这说明我有很多缺点，我还有不足，所以大伙儿多帮助我，让我提高，咱们一块儿进步。要不我不去了，推了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们行，你去吧，快去，去吧，啊！要不你当着我把药喝了，喝完我再走。哎，行。万宝，拿水去，快去。哎，倒水去。喝点水，再喝。这些日子，你整天守着我，耽误了多少正事儿啊！嗨，你说这干嘛？师哥，嫂子怎么样了？哎，没事儿。我看嫂子病得不轻，要不你就甭去了，我跟他们言语一声，咱把他推了。孩子他爹，咱把他推了吧。推，别家，今儿是给少年儿童义演，人家等着你们俩呢。啊，妈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哎呀，这不。大舅也回来了，没事儿，去吧，啊，快去吧。你们俩在家盯着。哎，你妈有什么事儿，直接上后台找。哎，啊，您走吧。哎呀，能有啥事儿啊？什么事儿也没有。我在家看你的电视转播啊，快去吧。那我先去，散了场我就回来。啊，你别磨烦了。嫂子，那我们就先去了。哎呀，行啊。哎呀，妈，喝点水。不用。哎呀，别磨烦了，没事儿，快走。散了场我就回来啊。
是马三立请我们来的。没他不能进场，我们这是对号入座。什么？我们老哥俩听了他一辈子相声，哎，你就是把他找来，他也不敢不让我们进去。哎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们会想办法给您安排座位，您先安心在这等着。您放心，您甭管了，我们进去准有座。走走走，谢谢谢谢谢你啊。哎，您看今儿个这场演出啊，他是为这青少年活动中心募捐义演。这太好了。一号机，这个一号机怎么回事？儿童啊，啊，就是咱们祖国的花。怎么有俩老头？怎么今儿个义演遮住画面了？知道吗？那就是为了集资修建这个中心呢。哦，那资，这资是什么意思？这资就代表钱呢。啊，那钱怎么写？这个钱字啊，这边一个金字，这边两个葛字。哦，那金就是钱，哎，钱就是金，啊，钱就是金，金就是钱，金钱金钱的吗？哦，好，那咱们今儿姓金的来了，咱们得热烈欢迎。那没错，就跟欢迎钱是一个道理。哎，你看，那金爷跟他那老朋友啊，刘大爷来了，这、哎，还真来了。这怎么还没座？爷，坐我们这儿吧，爷，坐我们这儿吧。啊，好，我过去一下，马上就过来。队长孟军香，好，太感人了，哼，绝了，太绝了。捧我啊，别捧我，千万不要给我留面子。不是捧你，要不回家问问。要不用问，那我说第二项啊。你说你这第二项就是你妈和你爸结婚以后才有的你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回去问问，别留面子。不对说不对，大以后有的我捧了。不捧，这真的。你别留面子啊。不是留面子，我记得清楚似的。你这真的，不要怕我羞臊，不要怕羞臊我啊！不对，说不对，这真的，对，对，就送你第三项啊，第三项一啊，对，说对，不对，说不对，是，别给我留面子啊！不啊，第三项我算你，你不是哥一个，啊，你不是哥一个，是我们哥俩吗？哎，你不是有哥哥就有弟弟，我有哥哥，哎，你哥比你大呀，你哥哥比你大，他怎么大也大不过你爸爸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就说不对，你想啊，他要大过我爸爸去，那不就成了我大爷了吗？对，那怎么样算都对吧？他怎么样都对，你们家都你哥哥比你爸爸大，不像话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，走该干嘛干嘛。急了，我说的是他们那算卦的，算卦的骗人，我跟他不一样啊，我看不出，我看不卦书。相面这相目全篇，蚂蚁神像，相目通天，相目全篇，我都研究过。是，哎，这些东西甭管是真的假的，看我说的没看出相面的七八字的，这个看相的标签的，这些算法全是骗人的，这东西都不能相信。爸爸，马先生还返场吗？快点，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咱们的老规矩，分三段。
今天我也不去。你不去，那我说大哥。马三立，你嫂子。爸，别鼓掌，你们老鼓掌，我刚才下去了，你们乐了，我媳妇儿没了。真的，他刚才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跟我说他先走，让我再给大伙说一顿，再给大伙说个实来点，让我先别急着找他去，让我再给大伙说乐了啊，我媳妇儿你们大伙都没见过，可我见过。妈，我又来看你，你瞧我在你旁边早早的就立了一块一般大碑，我心里丢不下，也想跟着你去，咱俩生生死死分不开，就跟那火里说的是，你是灯你姥姥，那我就是灯你姥爷，可我还不能这么急的来找你，这杨氏上还有那么些人想听我说相声，我给他们说要让这世上哪儿哪儿都是笑声，笑一笑十年少，我今年76，笑一笑我66，再笑笑56，笑上几笑我就没了，到那时候我把这笑声都留给他们，我就该来找你，老伴儿等着我啊。